What?这野区打上来，我第一时间能到。是，而且这波七零五也是有踢的。哎，看到巨魔了。刚好错过了，错过了。我这个卡纳维胆子是真大呀！我没找到。哎，这不看一眼吗？看看自己的三狼。你技能如果不中的话，就很亏，很尴尬。嗯、这个八七五就是灵活一点。而且你先出八七五，后续合成你很舒服。嗯，而且你直接合魔宗，补刀也舒服一点。嗯，拼得很凶啊！我上路这硬换血。Q 直接三段逼个闪，我把我闪现给你先交了。哎，但我这边人来了，我这波是故意的。但是感觉三六九又有意识，他在把兵线往外拱，不好推了。这位置兵线拱出去就推不进来了。来这个位置想刷了，到六直接可以杀了。哎、但有视野看到了，这波三六九还不走吗？三六九想一打二，直接一个 Q 往后闪，但这位置感觉跑不了啊。哎呦，三六九是。那现在镀层太值钱了，这相当于被杀两次，而且打野六级了。哎，但这波卡纳维被逮到了，没闪，闪现过来，闪现直接留，人头给谁？卡塔收下。可以。哎，想蹲，但这位置感觉就自己啊。奥拉夫来了，带着尤米反手一勾没勾中，球球自己位置很尴尬，还不交闪吗？先给治疗，但是被定住，球球这边直接倒了，回手再掏一个虚弱，但奈特伤害有点高啊。这边卡纳维也是体力不支。而这边立场定住了牙膏，牙膏在晕眩结束之后交出一个闪现双打成一换一，刚才球是岩雀双招，主要现在确实厄斐琉斯战斗力还是很猛的。嗯，这波虽然先杀，但杀完之后这个自己位置进太深了。是绿毛这波也是打得挺好，这波京东也不想放啊，直接来了，现在球是没闪的，岩雀来了，这波封路直接两边同时亮起 TP， 卡萨直接闪现过岩雀，卡下来了柱子。哎，岩雀这个位置被打跑了，剑魔下来作战能力好强，砍出了万豪的闪现，那这样可以回头直接动龙，可以动。带着尤米还想来吗？野区在蹲，哎，能蹲到卡萨，但这位置卡萨有大，大招吸一口，伤害还是很高的。卡萨没闪，感觉这波是有机会的。洛肯也报到附近了，斧子没减速到，兵线马上推进来，能不能意识到这波？七零五没有闪现，感觉这位置很危险，没有减速到，小破败拉回来，回来挂虚弱。打了奈特交闪，还有第二波吗？开屈人之威过去，移速已经不够了。后续这边三六九来了，剑魔先留卡纳维，卡纳维是没大的，有闪，但是闪现第一时间没交，后续再交闪，但是球球已经包过来了，一个大招定住，感觉这边卡纳维还是要交，而且七零五的位置有点尴尬，用一个大招调整一下自己的位置，然后后续还是顶不住两个人的伤害，中塔也没，哎，但下路过来了 ，Fortic 这位置有点危险 ，Q 闪。洛肯收下这个人头，但是球球也来了，打我兄弟不能放过你。哎，人头给到三六九，就是劣势。是，你更别说现在已经是劣势了。这位置小破败减速一技能吸到挂个虚弱，但是奈特走位躲掉了奥拉夫所有的减速，并且 Q 技能的加速让这个开了驱人之威的万豪并不能追上他。这位置就是前面说的，京东这阵容控制太少了，没有啥稳定控制。就你这种控制全都是我能操作的。嗯。那这波球球支援一来。就出事了，这电谁？电谁谁出事儿，好吧？是，来了这波卡纳维拼也要拼一拼，但是七零五这个位置有点尴尬，直接一个爆，但爆的位置是两个前排，但闪现幽密这波气场位置还不错，直接把奈特秒了，打起来翻这个位置还可以，但是奥拉夫在盯他，斧子盯过奥拉夫贴到脸上一个一技能把翻这个给砸死了，哎、侧面的追击当中再过下一斧子，哎呀！卡萨赶紧跑，但是有摸鱼飞弹，感觉这波跑不掉了。摸到。柱子一顶，牙膏这位扛了三架塔，但没事，没有死。伊泽尔过来拿到这个人头，摔到了一个球球，他摔的不是特别好。看一下，看手子哥，手子哥也被摔到了，而且手子哥被万豪闪现捏过去了。这波京东打得好呀，这波七零五打得好呀，闪现爆摔进场，他那个看似
爆摔，实则是自己进场。这波主要被减速到了，四千血，好慢，这感觉要拼惩戒吗？有闪的，先开看七零五，万豪一个爆摔没有摔到任何人，位置很差，自己直接白给。哎呦，感觉这波京东要出事呀、啊！虽然优米是定到五个人，但后续输出是有点脱节。求救闪现流劈出了 Loken 的一技能，这感觉灵魂在交闪，闪现刺死剑气一个 Q 击飞伊泽尔，一技能拉出来开启自己一个光盾，这波要是可以不追他直接打龙。 Loken 京东的救世主，这波能不能再耗两下？对呀、啊，对吧，你实在没视野岩雀大招探一探。这波七零五第一时间进来，这个大招是没爆到人啊，这就爆了一个卡萨，这个大招基本上算是放空了。而且我大胆推测啊，我们通过现象看本质，你看打龙的时候，岩雀和七零五一直没在正面，这说明什么？这波直接转上先勾开七零五，岩雀坐动车过来，但这个位置七零五直接被秒了。各位留子开个大招庆祝一下。换到兔子又卡到牙膏了，带牙膏反身直接闪现拉一下这个幽冥大招的位置。球球也倒，球球是白给了啊。这就是吃了一堆 AOE。 这把你别说，京东这一套阵容优米是很猛，是后半搓一下，后半搓一口岩雀一个大招，哎，留住了，卡萨是有闪的，这位置啊没闪，闪现差一点点，这位置五个人最后一斧子收到卡萨人头，这个机会抓的还不错，然后大招也被骗出来了。啊，那这波京东机会抓的又是很巧妙啊！是滔博人没齐，先开你一波。但滔博这边怎么说？四个人不想放。这波手子哥没大，兄弟们看着龙心很急，没打野，这龙感觉也没人能抢。哎，不能打呀，这个龙。TP 有人偷加，偷加了，拖正面就硬拖。手子哥去正面就硬拖，满皇把团想开起来，没开到人，开球球只开到泰坦，球球死了，球球扛不住了。但是手子哥已经到家了，有人在后面回城。翻这个一个 R 打断了很多人，有人 TP 回去救手子哥，开这个塔感觉开的不够快呀、啊，他没有巫妖之祸。那这样手子哥推了一个基地塔也只能哎，这波京东不是血赚吗？隔一波的机会吗？也没什么问题。就京东看你踢了，我肯定直接开了呀。哎，这其实应该卖球球，对啊，这应该直接卖球球。三六九直接走，我觉得这交易能接受。啊，好兄弟啊，不能卖，不能卖。真的好兄弟，这 Fantic 主要是也死在这儿了，是最惨。哎，阴一下，卡纳维走在前面，被耗了一套，球球来了，勾到了，勾的是七零五，想秒七零五，但七零五还是很肉的。七零五这边大了一个地板 ，W 出来回身，剑魔先被劈死，七零五也白给。那这样在追击当中，只剩下伊泽瑞尔，看看怎么拉扯。E 上来，奈特这边没有被打死 ，Q 闪是往回闪的，再一个 EA， 哇，有点秀啊 ，Loken 这波。岩雀一个大招把自己封在了里面，剑魔在他脸上三段猛砍，岩突把剑魔突走之后，伊泽瑞尔还在追击，下一个奥数月签什么时候好？没有往前移了，没视野。但是剑魔的位置好差呀，柱子顶一下，先去秒龙，龙打的速度不慢的，双 C 已经在正面了，七零五带着猫过来，有点远，龙要被拿掉了，龙被拿掉，火龙龙魂在手，团战一触即发，七零五这个位置很尴尬，被套路虚弱，被套路维克托大，侧面 Loken 被剑魔吸引了注意力，打不了正面。这样龙坑里没有 Loken 的伤害，兄弟们都被厄斐琉斯挨个屠杀了。是回身 Q 再吸一下血，这边还想换，但是伤害不够了，又剩下 Loken 带着自己的猫，这波要赶紧跑了。闪现柱子一吸 ，Loken 是没有闪现的，闪现一个立场。五杀五杀有没有？有了有了，感觉这猫怎么也走不了。必五杀，必五杀，兄弟们，必五杀。哇哇 ，Fantic 永远的神，永远的神，这波三六九打得好，好吧，虽然他死了，但是他一己之力把对面伤害最高的两个人全都。你要说打得好的话，也就那样，因为刚才后面砍 Loken 技能空了挺多的，但是他把 Loken 吸引了，对，这个很关键，这个很关键，就是意识是到位了，是，这把没想到打了个五杀，最后一波团之前。就最后一波团进攻都处理得粗糙了，感觉最近球球上了之后，滔博下路两个。